内蒙老丈人在南方烙大饼做大乱炖。哇塞，爸，你又整啥好吃的呀？你啥时候瞎的？大饼子，内蒙的乱炖，乱炖，你不想做饭就只是说嘛，还乱炖。懂个屁了，打气了。乱炖是道菜，你一天天的，你除了吃，你啥不吃？他饼挺香，我能吃他个十个。十个呀，香啊！你不是说我瞎乱炖，我一缸都不给你吃。去，爸，我帮你一起做吧。干手了都啊！哎呀！哎呀，我的天，太笨了！马上下来！哎呀！皮子痒了吧？我帮你擦吧。你给我烧上油，葱姜蒜放里头，把这小猪肉滑油啊，搁里头给它爆炒一下子，把这豆角、土豆、茄子炒完之后添上汤，炖它半个小时就吃去了。你嘎点炖都不知道炖。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采用最朴素的烹饪方式。哇塞，这好香啊！看着这么好看，为啥叫乱炖呢，爸？那你为啥叫家辉呢？这个名，不咋的，快人招他吃饭去！又在用羊毛护肤呢？对啊，之前累的眼纹、法令纹都深了，这个分区护理特省事儿。下颚线、法令纹、眼周、额头，能量还真是精准定制。我选时看到红光射频和电流，帮你同时分层抗老，做全脸才几分钟，省事能量强，特适合你。一会儿帮我个忙呗。干啥呀？一会儿我把这个围裙给爸带上，你让他去帮你拿快递去。你也太坏了！你俩干啥呢？吃饭了？坐脸。以前也没看你这么捯饬，现在这整个一天天往脸出来，不过是比以前精神好看了，主要还是我这优秀的基因太强大了。新买的超人围裙上不上？给你整了一件。以后做饭的时候衣服不弄脏了。帅是挺帅，你就马后炮，我这菜都要做完了，他呀就是啥事后诸葛亮，事前就跟猪一样。有人敲门吧？啊，爸，我快递给你买的酒到了。是吗？快点，请。你好，快递啊。他说你围裙很特别呀、啊，是吗？我也觉得。上家味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笑容。真香，你瞅啥？你俩就喝凉水吧。干杯。